秋天人体容易变得燥热，而海底椰就具有清热润肺、化痰止咳的功效，而淮山就有益肾健脾、润泽皮毛的作用，所以这个汤特别适合秋燥季节饮用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就 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了。